下。来啊，请听，这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。一个王要赐予恁，伊要用公平、公义治理伊的国。地面上无有任何王会当像伊，因为伊的国留存到永远。伊的宝座是用痛做根基，也要流传到全世界。当伊降临的时，你要看见和平的光辉，亲像透早的光。你来相信我所讲的，我必然会成就。日子随着一世代一世代过去啦，以色列民迫切盼望因的王降临，亲像感觉来的凡人，每一日拢在等待光明的来到。因犹原盼望着神所应允的王来拯救因，以色列百姓满怀信心，在等待和平的光国来临。
宴会的时候近啦，伊就拢就下命令过来，命令众人拢着登去因个人的城报上名声。玛利亚甲约瑟来到伯利恒城，城内充满着各地登来报上名声的人，因拢找无所在通叫去。但是玛利亚的产期已经到，有一个好心体贴的头家，互因带入马槽内。就伫迄个遐尼卑微的所在，圣婴啊，伊是做物主，也是宴会的王降生了。
每群的天使伫暗暝的空中欢喜地唱歌，讲将这个大好的消息报予伯利恒城外口伫咧固守羊群的市人。主的阳光照着规个暗暝的天顶，灿烂的星星远远挂伫天顶闪烁。各样的人满心欢喜，赶紧要将因所听到的消息报予每一个人。听到的人拢又搁惊又搁奇，因为先知所预言的王，迄、那个和平的王，真正降生了。主的阳光照亮了眼前的暗暝。Thank you.
欢喜，带来咱富的乡亲，世代繁荣。